法呢，就是应该这个双座啊，就是加副座，就是或者是半加副座也可以。然后第二法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娘叔呢坐这个灯椅，就是坐灯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右手在上面，左手在下面，就是然后两个拇指呢接住。放在这个膝下。第三个呢，就是整个这个脊椎的话呢，就是正直啊，就不能呢，就是弯弯曲曲啊，应该也并不能呢，就是往这个后仰。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颈部啊，就是、稍微就是往前俯啊，就是也不能就是往后，也不能就是左右都这个歪，就是应该往稍微呢就是往前俯、啊。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肩臂的话呢，就是后胀，就是或者说是竖站。第六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双目呢直视鼻尖。第七个呢，就是舌头地上上来，你要入座的时候呢，先就是在你的这个舒适的坐垫上呢做一个披露气法，然后心呢就是完全的这个放下来，稍微就是坐一会儿。就是右手的做那个金刚圈，这个右手呢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动着的，就是那种动脉，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根。左手的话呢，就是什么三股金刚术一呢，就是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呢，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就是出这个三次气啊，出三次气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心里面呢，就是观相。就是从无始以来，就是其他一切众生，尤其是诚心为主这个塑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呢，就是往外排出，出这个三次气。这的话呢，这个左手呢就是做那个金刚拳，也是压这个大腿的根，然后从右手呢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从左鼻孔当中的出三次各气，对心里面观想啊，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呢，就是以这贪心为主的所做的一切罪业呢，以红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全部往外排出，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双速度这个做金刚拳压在大腿的个从两鼻孔当中啊，同时呢出这个三次勾气，出三次勾气的时候，心里面也是观想啊，就是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以这个痴心为主而塑造的一切罪业呢，以黑色气体的方式呢，就是往外这个排出，就是、这样呢，就是排这个三次气。就开始念这个字母啊，还有这个缘起咒啊，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金刚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获得这种价值。热热乐乐，啊，嘎嘎嘎嘎啊，咋咋咋咋呀，咋唱咋咋呐，哒哒哒哒呐，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啊。嘎嘎嘎嘎啊，咋唱咋咋呀，咋唱咋咋呐，哒哒哒哒呐，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热热乐乐，啊。嘎嘎嘎嘎啊，咋唱咋咋呀，咋唱咋咋呐，哒哒哒哒呐，爸爸爸爸妈呀啦啦啊，哈哈撒哈恰。Om ye damahe da jabava he tan dekhe da thanga to haya ande tenghe zayo noro da yon ba da ma khyama na soha Om ye damahe da jabava he tan dekhe da thanga to haya ande tenghe zayo noro da yon ba da ma khyama na soha Om ye damahe da jabava he tan dekhe da thanga to haya ande tenghe zayo noro da然后呢，就是为呢，就是你以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他们获得圆满正等具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南无那萨南无噶瓦耶喇嘛耶当甘卓索南无大吉求当巴巴根德拉达当卓智吉比迦僧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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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那萨南无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就是大概一尺高的地方呢，应该就是个前板这个莲花上面呢，就是这个狮子宝座上，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想，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开始祈祷，就心里面像就是啊，就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智慧众体啊，根本上师如意宝，您一定要垂念我，加持我，让我的这个信融入佛法。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就是圆满成果，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就是全部迁出，获得这个无常的证悟。这些境界呢，像上师一样，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让这个升起来。然后呢，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呢、啊，一般来讲念21遍，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就是。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我们先说在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我们先说在这面前跟我们讲话对接成那么一来嘛，因为本座像老所长的光觉多半跑了心机了。念完了一会的话呢，就上师呢就是融入这个光啊，光呢就是融入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这个心呢，就是变成这个无二无别，然后在这样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就是安住，不跟随这个以前的分别念，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识，也不呢就是引起就是未来的各种这个一些这个分别的事情呢，就是什么都不执着，就这样的境界当中呢，安住就是。今天我们实修法讲，这个观世代师父而这个无常，啊，就是这个观修无常。这个前心呢，就是皈依和法心，就是跟前面一样的。然后观相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想到，在100年这个以前的一些世界上的人呐、啊、动物啊，就这些的话呢，现在看呢，就是极个别的一些这个怪物，就是一些这个动物啊。或者是一些人当中的话呢，也极少数的意外呢，几乎都是没有的。而且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好，自己所这个了解的亲朋好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而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个如今的大地上的这些人也好，动物啊，那么这里面也是再过100年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没有了。啊，就进行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几百个人呢、啊。几百个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再过100年的时候有多少人，就是绝对是最多是可能1-2个有没有，就是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再过20年的时候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已经离开了人间啊。就是以前我来这个佛学院的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寺院里面的这个出家人，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统计了一下，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啊。就那个时候好像那天我说过没有，就是60多个人当中，现在12个人嘛，什么多少，就是当时我忘了，就是有一个喇嘛就专门就是通缉的，所以有时候的话呢，经过20年当中，基本上就是这个70-80%的人都会离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无常呢，并不是这个
好像就是过了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会出现的，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也是一种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未来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神也好，我们的这个庶民呢，也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就像是这个世纪的这种这个庄稼的这个替换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庄稼的话呢，那么就是庄稼的话呢，就是做去年的。就是那这些这个一点也是没有的，全部都换完了。我们很多人，你们想一想你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时候的话呢，你原来的这个家长是谁的名字，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时，我都有时候到我家乡去的时候呢，我经常想到我原来这个父亲他们的那一代的人的话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呢就是有另一批人在这个这个成为这个家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呢，他们也已经完全的这个换完了。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想到就是自己的这个邻居也好，熟悉的人也好，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就是自己这个有关的一些旁人啊，就是家畜啊，就这些呢，就方方面面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缘分处理，所有的这些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你一个一个思维一下，你不用管这个其他的事情，你只是管你自己的这种整个这个家庭的这个亲人也好，就这些上面呢，就看看就是无常就是快不快，就是所以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待的时间不会长的，但待在这里的时候呢，唯一的有意义的就是修行这个佛法，应该这样来这个思维。
今天我们师修法讲，这个观世代师父而这个无常，这个观修无常，这个前心呢就是皈依和法性就是跟前面一样的，然后观相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想到，在一百年这个以前的一些世界上的人啊、动物啊，就这些的话呢，现在看呢，就是极个别的一些这个怪物，就是一些这个动物啊，或者是一些人当中的话呢，也极少数的例外呢，几乎都是没有的。而且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个家庭也好，自己所这个了解的亲朋好友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而现在我们在座的这个如今的大地上的这些人也好、动物啊，那么这里面也是再过一百年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没有了啊。就进行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几百个人呢、啊，几百个人的话呢，那么就是再过一百年的时候有多少人，就是绝对是最多是可能一两个有没有，就是的确是这样的。然后再过二十年的时候的话呢，可能就是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已经离开了人间的。啊，就是以前我来这个佛学院的时候，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寺院里面的这个出家人，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统计了一下，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啊！就那个时候好像，那天我说过没有，就是六十多个人当中，现在十二个人嘛，什么多少？就是当时我忘了，就是有一个喇嘛就专门就是统计嘛，所以有时候的话呢，经过二十年当中，基本上就是这个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会离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无常呢，并不是这个。好像就是过了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会出现的，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也是一种这个自然的这个规律。未来的就是所有的这个众生也好，我们的这个寿命呢，也是一样的，全部都是就像是这个世纪的这种这个庄稼的这个替换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庄稼的话呢，那么就是庄稼的话呢，就是做去年的。就是那这些这个一点也是没有的，全部都换完了。我们很多人，你们想一想你自己的这个家庭的时候的话呢，你原来的这个家长是谁的名字，然后再过一段时间是，我都有时候到我家乡去的时候呢，我经常想到我原来这个父亲他们的那一代的人的话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现在呢就是有另一批人在这个这个成为这个家长，然后再过一段时间的话呢，他们也已经完全的这个换完了。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想到就是自己的这个邻居也好，熟悉的人也好，还有一些亲朋好友啊，就是自己这个有关的一些旁生啊，就是家畜啊，就这些呢，就方方面面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缘分处理，所有的这些人的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呢，你一个一个思维一下，你不用管这个其他的事情，你只是管你自己的这种整个这个家庭的这个情人也好，就这些上面呢，就看看就是无常就是快不快，就是所以呢。我们都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待的时间不会长的。但待在这里的时候呢，唯一的有意义的就是修行这个佛法，应该这样来这个思维。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am.